梦里面一直跟我吵架，我想要吵定你。这就是迷之空间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但是我现在要开始道歉。这个也是什么都没做，但是这个对，这个对，哎，有时起来说。那你那时候知道佑哥喜欢你吗？当然在有，不然我喜欢他是很明显。我把他的 IG 的，我把他的 IG 每一张照片 like 一整排。哇塞！也就是说，他点开会看到有一个人 like 我的照片 like 一排，刷一排爱心。哇塞！我手机的照片从我们两个第一次的照片到现在都还在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手机里面有你跟阿美的第一张合照？应该有。我好像我也有，我也是有。你们的第一张照片，第一首歌。你把你跟阿美的第一张合照找出来。对照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同一张。我先偷偷给镜头看。哦，你要527之前更早，更早。哎，这几号的？522。啊！哎呦，你输了。就是跟你没关系，但是它还是发生了。我在梦里面一直跟我吵架，我想要吵定你了。我在梦里面跟你吵架，我现在不想。这题怎么解？你要回答。他说：“我今天我昨天做梦，梦到我爱你。”哦呦，正解是吗？对吗？还是真的？还是没有？可是我昨天做梦，梦到我好爱你，我一直抱着你，在梦上吵架。你不要再给人家压力了。不要再给人家压力了。为什么害人家梦里还要吵架？压力很大。为什么？检讨一下。什么吵架？吵架还好，有时候还是想起来。怎样？又瞪着脸干嘛的？昨天晚上跟别的女生去跳舞，我说我怎样跟别的女生跳舞？他说你就是跟别的女生跳舞。我只喜欢跟你跳，你不要，我今天不想理你了。你今天睡外面，不要会讲出这种。你今天睡外面，就是在撒娇。对，哦是哦。如果你真的吵架，吵到你就直接去沙发睡，他就会走来沙发那边。现在是讲不沟通的事。我直接把语音放出来。为什么？我现在不想跟你讲话。我刚刚梦到你在梦里面，你跟别的女生去跳舞，然后挂掉这样。然后我就讲，这就是迷之空间。我什么都没做，但是。我现在要开始道歉。这个也是什么都没做，但是这个对啊，哎，你讲你的超好笑，你的也是。但我记得也是他，就反正也是跟女生那边聊天讲话，我叫他不理我，然后还会为了那女生要跟我什么分开，对，很多啦，超多。然后起来对他老公大发脾气，而且我是起来说。所以我在梦里面已经很气了，我起来的时候也很气，然后是那种喘的，那眼睛没睁那么大，因为太迷蒙。